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啊，今日睇咗本書咧，個名叫做《外商投資銀行最高效資料製作術》。咁啊，個作者就叫做熊野整嘅。咁呢本書主要咧就係講點樣用 Excel 去製作資料啦。咁啊，我就都咁啱咧，就有對於歷史咧就興趣大啲嘅。咁啊，所以就整咗個呢、這個咁嘅。一個表咧，就係列舉翻即係太平天国嗰時候嗰個歷史事件啦。當時嘅主要領導層嘅一個年齡啦，咁啊呢個表咧，咁就係列舉曬即係太平天国啦，同埋大清王朝嗰時候主要領導層嘅年紀嘅。咁啊，今次主要咧都係講呢個 Excel 嘅整理術啦，就唔係講太平天国點解滅亡啊，大清王朝點解贏咁樣啦。咁我主要當時咧，我有興趣想知咧，就係咁究竟佢哋嘅主要領導層咧個年紀係邊個大啲咧，邊個細啲咁樣嘅。咁我就一睇個表咧都可以睇到嘅，不過就難少睇啦。咁你試下根據熊野整所講嘅 Excel 整理方法咧，整理。頭先我哋所希望知道嘅主要領導層嘅年紀對比咧係點樣嘅話咧，咁我哋睇睇上面呢個圖啦。係啦，就係呢一個啦。咁就係、是、我就揀咗1861年咧嚟做個分界線嘅。咁點解用1861年做個分界線咧？咁因為嗰陣時咧就太平天国嗰個歷史事件咧就。佢嘅主要競爭對手啦，就大清帝國咧，就出現咗啲變化嘅。個變化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撤換咗呢個管理層啦。咁啊，當時咧就26歲嘅慈禧太后同埋28歲嘅恭親王奕欣咧，就成為呢個大清帝國嘅最高嘅決策人啦。咁跟住就亦都未幾啦，喺1864年咧，咁就太平天国咧就亦都係覆滅咗嘅。咁當然，我唔敢講係因為關阿奕欣啦，同埋慈禧太后事啦，而導致滅亡啦。咁而我所睇到嘅就係、是，點解咁巧就太平天国嘅主要領導層都係20零歲嘅？咁而洪秀全咧，即係天皇洪秀全咧，當時已經47歲噶啦。咁其實就兩邊嘅主要領導年紀咧都有啲距離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咁後生嗰啲嘅。精力充沛啲啦，咁啊相對就可能呢方面佔咗少優勢啦。咁至於係咪因為咁而導致到太平天国滅亡咧？咁就不得而知啦。咁就主要係今日係想試下個 Excel 整理術嚇，咁就睇個圖用睇圖會清楚少少咁啫。好，咁就今日就分享到呢度為止。好多謝曬各位。